日本自开国以来，一直以关西为政治文化中心。京都的华美艳丽，京都的飘逸脱俗，诉说的都是关于日本在迁都东京以前的百年荣枯。在这之前，日本丝毫没有沾染西方世界半点的功利现实，像个身穿典雅和服的高贵妇女，永远以娴静从容不迫的态度微笑面对急速转变的世界。然而自从德川家康迁都关东以后，日本的命运开始有了戏剧化的改变。西方国家闯进了他们的世界，他们开始西化。侍女们虽然穿着和服，却顶着卷发。或许刚开始的时候有人觉得怪异，但是事实证明，日本人成功地将东西方文化的特色相融，甚至更加相得益彰。日本不但成功地学习了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最难能可贵的是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特质，名副其实地成了东方世界的西方国家。这一路行来，到底日本是怎么办到的？现在就跟着发现者一起去探究吧。庆长五年，西元1600年，日本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内战关之原会战终于爆发了。当时东军为德川阵营，兵力有75000人，和西军的石田阵营兵力有80000人，在大阪以东名古屋以西的平地一决雌雄。当时雾气很浓，充满肃杀之气，只闻枪林弹雨，不见士兵移动。后来西军的阵营起了变化，小早川秀秋居然阵前倒戈，造成西军兵败如山倒。德川家康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于是继400年前源赖朝的镰仓幕府之后，建立德川幕府，正式以江户为全国政治中心，继续避开京都和大阪。德川家康为什么将幕府总部迁往江户？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是江户的地理位置易于防守，而且物产丰富。另外一个最大的理由是德川家康想效法300多年以前第一位幕府将军的政策，将总部设在关东地区，可以避开皇帝首都的政治阴谋和当时贵族们奢靡意志消沉的文化。不过虽然德川家康将皇帝留在京都，但是绝不是放任着他们而不管。他在皇帝的身旁安置了许多心腹，专门监看皇帝的行动，并且监视皇帝有没有跟心怀不轨的贵族接触。德川家康为了使幕府的统治能够安定下来，于是效法学习他爱不释手的一本书《东渐》为他治国的依归。《东渐》的内容主要是记载镰仓幕府的治基。
德川家康从这本书里得到治国的历史教训，为了使幕府的统治早日安定下来，他采取了参进交代的制度。所谓参进交代的制度，就是遍封各地的大名，也就是贵族们，要他们每隔一年定居在江户城。换句话说，就是就近监督地方上有势力的头子，以免他们图谋不轨。这种举止难免叫人想到德川家康小时候也曾经当过人质，或许这种制度和他作为人质的经验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参进交代的制度，使得通往江户的道路经常络绎不绝。本来人口稀少的江户，50年间人口几乎到达了几十万人。为了使大名们每隔一年回任地一次，德川家康修遍了来往江户到全国各地的交通网、桥道，使得当时的交通网路四通八达。至今东京还留有江户时代的道路名称。当大名们来往江户的时候，其景象之壮观真可谓浩浩荡荡，有着大批的侍从和家臣相随于后。来到江户的大名们都住在豪宅大院，占地辽阔，相较于平民，一大堆人只住在一小块田地上，简直有如天壤之别。虽然有点感慨，但是自古至今，那些得力于百姓国家的民工大爵，不也都是相同的情形，没有人是例外的吗？此外，因为大名都集中在江户，朱大名的家族、武士、佣人、走卒都要跟着到江户来，于是市场、商店、剧场、酒肆也就多了起来。当时人们主要的娱乐是观看歌舞伎的表演，早期歌舞伎的观众很多都是商人的妻女，他们利用看戏打发时间，打发苦闷的生活。尤其他们常寄情在剧中人物华美的服装，因为政府禁止他们穿奢华的衣服，不许变更职业，以至于他们只好陶醉在歌舞伎的华美虚幻中。在歌舞伎中有一出流传最久的戏叫做祝六，它的内容就是叙述一个平民身份的青年人，因为不满武士欺凌弱小，于是起来跟武士做正义的对抗，这无疑是一种补偿的心理作用。平民们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永远屈就在强权压迫之下，但是在歌舞伎的场景里，他们居然有办法在爱情和比武之中战胜地位比他高的贵族武士。除了歌舞伎之外，当时的百姓可会找乐子的呢？商人们观看歌舞伎，再次一等的平民百姓就在自己生活周遭创造乐趣。在江户时代，民间流行一种舞道，舞者们不像歌舞伎穿着华丽的衣服，他们反倒衣着平时，只穿着洗完澡以后穿的浴衣就可以跳舞。这种浴后舞道不但表现了属于日本平民式的趣味，也疏解了当时苦闷的生活。
虽然今日繁华进步的东京已经见不到江户时期的蛛丝马迹，但是在今日的穿越却仍保留了当时的建筑和生活遗址。穿越有小江户之称，街道幽静，房宅散建于两旁，街旁还有商家贩卖着糖果、饼干之类的零食。藏造房屋是当时建筑的特色，所谓的藏造房屋，意思就是房屋烧掉以后不再以木材重造，而是选择不易燃烧的瓦片来建造屋顶，以免再遭祝融之祸，得以流传久远。此外，江户时代的建筑还有另一项特色，就是不论农村、渔村、城镇的住宅，都会盖一间不铺地板的屋子，连武士家也不例外。农渔民们在这个屋子里从事各种家庭生产劳动，城镇居民就把它作为店铺的一部分，在家庭就把这间屋子规划成洗澡间、厨房、小仓库、制酱槽以及马廊等等的设施。它对于家庭劳动和家庭手工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穿越除了留有平民百姓的生活足迹之外，在这里还留有德川家族的宅地。德川家的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就是在喜多院诞生。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是德川秀忠的长子，也是德川家康的长孙。德川家光从小由奶妈春日菊辛勤带大，在继任将军之后仍然施行德川家康创立的参进交代制度，透过层层而下的家臣治理领地。这种制度到了十七世纪中叶，也就是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时候已经发展完备，此后维持了日本200多年长治久安的生活。喜多院保留了当时德川家光在世时的原貌，对许多崇拜着迷日本幕府时代的人来说，这里是一个经典的朝圣地。据说德川家康的灵柩也在此停留过4天，可见喜多院对德川家族的重要性。江户时代发展到了西元1635年，江户政府宣布禁止日本民众出国，将国家整个封锁孤立，把日本与外国隔绝。其实锁国政策并不是一个突然宣布的政令，幕府政府早就对国外，尤其是欧洲在那段时间发生的诸多革命战争和革命思潮视为牛鬼蛇神。当时在位的德川家康更是害怕这种反动思想影响了日本人民，因此索性将日本对外的交往封锁，仅仅每年特准1-2艘荷兰船只开到长崎。然而这种举动却造成了日本日后极大的损失，因为如果十七世纪中的政治情势有利于科技发展，那么日本的科技早在十七世纪就赶上了欧洲。但是经过了锁国时代，在往后的200年，西方经过了工业革命突飞猛进，而日本只能独处一方，日本传统的文化也因此跟西方的科技擦身而过。
西元1800年的时候，锁国时代的日本已经是一个繁荣的国家，初期制造业颇富实力，城市乡镇欣欣向荣，但是严格的社会和政治体系早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于是民间改革呼声不断。在这个时候，世界列强早已经觊觎日本许久，再加上工业革命经济拓展的需求，这个时候列强都非常想在东方世界找到一个殖民地，日本很快就成为帝国主义者意图染指的国家。早在西元1792年，俄罗斯就曾经来叩关，继俄罗斯之后，有欧洲国家的船只也相继抵达日本，特别是英、法、荷兰等国叩关最急，频频对日本幕府出招，要求幕府政府赶紧开放港口通商。幸运的是，这些国家还不至于使出强烈的手段要求日本开放，直到美国的出现才正式采取行动。美国首先在西元1853年进行了一场武力展示，向日本示威，要求日本门户开放。执行这次扣关任务的海军准将伯里率领着东印度舰队，也就是黑舰队，从浦贺港扣关。为什么会被命名为黑舰队？其实这是一件颇为有趣的故事，因为伯里的军舰全以蒸汽为动力，所以全舰身都涂满黑色，于是日本人就把这个事件称为黑船来航。伯里在次年又再度重申原先的要求，日本终于招架不住，开放港口让外国人入港通商。而美日双方还于西元1858年签订友好贸易合约，不久之后，日本陆续跟西方列强签订类似的和平贸易条约。签订条约之后的日本，国内改革的压力日升，终于一发不可收拾。改革的浪潮如狂风巨浪般的掀起，尊王攘夷的呼声不断，一下子就冲破了幕府政府的设防。德川庆喜也只得于西元1867年自动取消幕府，还政年轻的明治天皇。德川幕府时代终于正式走入历史。
在日本，直到今日，询问企业界最崇敬的人是谁，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说德川家康。这表示德川家康所建立的江户时代对现代日本人的思想举止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在江户时代，除了德川家康留给后世思想上的信仰之外，江户时代的日本在文化上的表现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浮世绘、西镇织就是当时日本人引以为自豪的艺术成就。当时的江户城工商业发达，市民的消费能力提高，许多富裕的民众就经常流连在风月场所，因此像浮世绘这种主题为描绘风月场所或者是美人图作的画风就开始兴起。浮世绘为版画的一种，这些版画的诞生是许多人群策群力的结果。首先是艺术家创造出版样与配色，再由雕刻师傅雕刻出板子，然后由印刷师傅上色印刷，最后再由出版商出版。所以后来浮世绘之所以可以广为流传风靡一时，是归功于版画技术的娴熟。刚开始有版画技术的时候，为了能够让版画大量生产，只印单一墨色的版画，直到临川诗仙的时候才开始在印上单色墨线之后再加色彩。此后日本版画画家不断地改良版画技巧，终于在景绘出现的时候版画技巧达到成熟，并且产生许多让人叹为观止的精湛作品。浮世绘早期流行画美人图，代表大师为喜多川歌模。喜多川歌模自创大手绘技法，其特征就是将人物的上半身夸张化，强调人物的表情和内心世界，亦不再描绘实际的美人，而是画出心目中理想的美人形象。东周斋的写乐也是浮世绘的大师之一，他擅长怪诞滑稽的演员肖像。浮世绘风潮的确为日本的美术史写下辉煌的一页，不仅如此，他对十九世纪印象派更有深远的影响。西镇织为江户时代另一项巧夺天工的手工艺品。其实这项手工艺术早在平安时代就已经有了，只是当时它是一种宫廷技艺，直到十五世纪的时候才流传到民间，而且在德川家康的时代为德川幕府所穿着使用。西镇是一个地名，自十五世纪开始，西镇这个地方就聚集了许多织工，久而久之，从这个地方出产的织品就叫做西镇织。在日本有句话说，吃在大阪，穿在京都，意思就是大阪人最讲究吃，为了享受美食可以散尽家财，而京都人最重视穿着，即使倾家荡产也要衣着体面风光。由此看来，西镇织会在京都受到良好的保存与发展，京都人的品味跟喜好是最重要的原因。其实这也难怪，京都是一个千年古都，自古至今聚集了多少富商巨贾，
有钱有闲的人，他们当然非常重视外在的行头，除了穿出品味，还要穿出权势。西镇之高贵文明，目前在京都的西镇会馆，你可以看到西镇之的历史发展和现场表演的手织机，馆内还有手帕、钱包以及浴衣等成品。看着他精雕细琢的织工，令人不得不为这项传统技艺发出赞赏之声。扶正后的日本明治天皇，首先将首都迁往东京，结束京都千年首都的岁月。而最后一位定都京都的天皇为孝明天皇，京都就是在他下台之后跟着他一起走入历史。不过相信他应该是历代定都京都的天皇最感到欣慰的一个，因为在他之后的明治天皇终于有机会亲政，重登日本的政治舞台，再也不用当个傀儡皇帝，当个名存实亡的政治偶像。孝明天皇死后，被安奉在京都的平安神宫，在平安神宫里还奉祀着桓武天皇。巧的是，这两位天皇分别为京都风华岁月的肇始和终结。日本从建国以来，一直以奈良为首都。到了天皇桓帝的时候，决定将首都从奈良迁往今日的京都，因此建立了京都千年古都的繁荣岁月。所以我们将桓帝视为定都京都的肇始天皇。京都在经历了1000多年的首都地位之后，随着江户幕府将首都迁往今日的东京，终于告别了他千年首都的光辉岁月。而孝明天皇就是最后一位定都京都的天皇。平安神宫的外表丹朱碧绿，富有平安王朝的风范，为纪念平安迁都1100年而建的建筑，是京都最年轻的神社。虽然平安神宫名为神宫，但是它的整体布局是仿造平安时代的王宫。入门朱色的门楼是仿造应天门的造型，应天门一词来自中国。左门楼称为青龙，右门楼称为白虎，为中国古代建筑传统的式样。拜殿则是仿造大吉殿，大吉殿则是平安时代天皇治理朝政的正殿。只是这座正殿早已经在西元1177年毁于火灾。虽然平安神宫在历史上并没有显赫的地位，但是它建筑风格独特，别具巧思，所以它的地位在京都众多神宫当中也算是名列前茅，是最好缅怀平安京往日风华的绝佳场所。平安神宫后面还有一座环湖而建的庭院，名为神院，面积广达3万平方公尺，其中有3个水池，4座神院，终年开花不断，吸引了无数风雅人士留恋其间。尤其是南神院春天的枝垂樱，淡雅的气质美得如梦似幻，难怪惹得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将这般景象写入《戏雪》一书。
其实将京都华丽淡雅的气质撰写成书的文学作品还不止戏谑一书。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被誉为日本的《红楼梦》，它是在11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日本皇后的宫女，除了参加宫廷活动之外，终日无所事事。于是她在京都庐山寺献旨，留下了一部以63万个字写成的长篇爱情小说，内容就是以京都的贵族生活为背景。故事的时空背景是灿烂的平安时代，故事从贵族源氏精彩的爱情故事出发，他一览无遗地将当时贵族沉沦于逸乐和毕生追求男女之欢的情形完全揭露在阳光底下，使得他除了成为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之外，还可以带领读者一窥平安朝代宫廷的生活情景。现在我们就来欣赏片段的《源氏物语》，看看当时的贵族如何在求爱之后感伤。光明君是平安时代的贵族，贵为天皇之子，长得英俊文雅，虽然他有3宫6院，但还是喜欢在外拈花惹草。画中的情景是源氏的爱妻怀了别人的孩子，为保颜面，源氏只得承认孩子是自己的，甚至强颜欢笑为他摆满月酒。虽然源氏强作欢笑，却也难掩他心里的悲哀，而他对于自己爱妻生下野种，感觉好像是天在报应他，因为他就曾经勾引他父皇的宠妾，生了一个私生子，为此他感到终身不安。从《源氏物语》这本书中，我们很容易嗅到当时社会纸醉金迷的糜烂风气，然而或许就因为越奢华，使得当时的文化越发迷人的风采。京都的悲欢岁月终于结束了，随着政权转移到东京，我们不得不放弃对京都的迷恋，而来到东京进步繁荣的世界。在这里，日本终于晋升为世界强国，缔造了日本第一的经济奇迹。近代日本国势的转变，从西元1868年的明治维新开始。当明治天皇亲政的时候，他年仅15岁，虽然年纪很轻，但是他已经知道日本目前的情况，唯有变法才能图强。所以明治时代一开始，日本人所关心的议题就是如何跟外国人平起平坐。所以这段期间，日本政治上的首要任务就是西化。对于明治时代的日本而言，只要任何事与西方世界沾上边的都要学习，从铁路到舞会无一不学。这个全民的维新运动便是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它重要的内容就是文明开化。所谓的文明开化，就广义而言，就是学习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等在内的启蒙教育。狭义地说，主要是指科学文化
及教育事业的普及化和现代化。明治维新运动在日本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当时的报纸媒体以东京为中心，出版发行各类报纸与杂志。这些报刊经常报道国内外新闻和西方思想，给当时的日本人带来思想上的洗礼。文明开化的浪潮也给日本人，特别是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带来冲击。女人们开始把头发烫起来，官吏和军人改穿西装，所以西服在民间很快地流行起来。日本的街道也进入洋化运动，今日的银座就是当年第一条以西洋风来建设的街道。在洋风大开时期，许多的企业家、银行家都以晋升银座为梦想，连文人雅士对于银座都有爱恋的情节。西元1872年，东京发生大火，银座几乎全毁，而后日本政府就使用不燃性的炼瓦重建银座的街道。重建之后的银座多的是两层式的洋房，街树与瓦斯灯将银座装点成欧美的风情。后来新时代新的言论也纷纷进驻银座，只见报社和传播势力纷纷在银座产生影响。这个时候的银座无疑是东京最开明先进的地方，关于银座的传奇数也数不清。总之，日本当时西化的状况，从政府到民间，从机关到一般生活，从男人到女人，俨然成为全民运动。明治维新对日本的意义非常重大，今日日本能够成为世界强国，它是决定性的转机。自从日本推行了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地超越了积弱不振的清朝帝国，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取得了台湾与澎湖，同时与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跻身世界强国之林。
明治天皇在日本的历史上具有关键性的地位。自从大政奉还以后呢，幕府交出了原有的权力，日本也开始跟西方多方面的接触。明治天皇推行全面的西化运动，并且在社会结构还有政治体制上面多做了调整，为日本日后的科技化以及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日本国力大增，明治天皇可以说是功不可没。探究明治维新之所以可以被彻底执行的原因，当时日本人的政治精神领袖明治天皇的态度非常重要。明治天皇不仅在国家制度方面向西方民主进步国家学习，连自己本身也彻底的西化，穿起了西装，连身边的皇妃甚至皇室家族也都穿起了西装西服，以身作则。这个举动宣示了日本彻底改革的决心。今日的明治神宫中的宝物殿就收藏了明治天皇和其他继位天皇曾经使用过的文具、生活器具，例如扇子、书、笔以及剪刀等。从这些物品的身上，我们看见了明治维新的影子，看见天皇以自身做榜样，带领日本人走向现代化的世界。明治神宫除了敬奉明治天皇之外，他的另一个身份为国家的神社。为什么有国家神社一词呢？这其实是明治维新时的一种政治手段。今日日本主要信奉神道教，要给神道教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并不容易。他的教义主张万物有灵，再加上祭祀祖先的习俗，由这两种主要的骨干架构起神道教。在明治维新的期间，政府公布了所谓的国家神道教，主要的目的就是透过政教合一的方式控制人民。明治宪法还明载，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理由是天皇在祭祀之后与日照天神合而为一，所以也象征日照天神可以保佑日本子民。日本天皇如果有远行，出发的时候一定要到明治神宫祈福，回来以后也要到这里报平安，直到现在还是依旧维持这种惯例不变。虽然明治神宫是天皇的宗庙，但是它也开放给一般民众祭拜，所以在明治神宫内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民众双手合十，诚心地向上天求福，连新人也把到明治神宫祭拜当成是婚礼仪式中的一部分。今天不论是史学家、经济学家，几乎是整个世界都对日本感到兴趣，努力地想要在他们身上理出头绪。为什么他们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富强，在短时间之内跃升为东方的霸主？结果所得到的答案是千古不变的定律：团结就是力量。